希望係你哋左手邊嘅鏡頭。二一，咁我哋喺剪彩前有請兩位嘉賓，多謝曬兩位。再到右手邊嘅上面鏡頭。Hello， 剛剛演唱會開始閉關未咧？開始啊，係啊，不過今日都係見到大家，所以未算係閉關。你係今日係最後一個嘅公開活動㗎嘛？即係開演唱會之前。我自己應該是咁啊，但係其他仲有個別成員可能仲有一啲未完成嘅工作，但係大家都盡快完成之後都會啊、一齊消失一段時間。有 ready 曬㗎啦，已經 ready 分即係排舞啊、練歌嗰啲。ready 好曬啊，心態上係咯，咁啊，但係我哋有好多嘢都準備緊㗎啦，已經音樂其實都有一啲都做起咗，所以。演唱會安排會有啲咩特別嘅嘢，即係run down上高少少。特別嘅安排、啊、我哋其實會保留一部分我哋之前演唱會嘅一啲元素喺入邊，因為啊，但喺呢個基礎上，我哋都會加一啲我哋，因為我哋都有出新歌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表演我哋自己嘅新歌咁樣。咁但係。有一啲 item 我哋都會保留，即係如果反應得好嘅話，我哋都想繼續做。係。但係你而家一直你話出嘅十三個快㗎啦，快！快我係就係演唱會首唱咁樣啦，留喺即係會等到演唱會先出嚟。嗰個就應該唔會，嗰就因為畢竟唔係自己 solo 嘅 concert 咁啊。每個人的part數都有限，所以都不敢用，即是如果唱太多自己歌都即可能我們都會用一部分咯，係咁樣。我諗可能很多 fans 都有不同的聲音啦，我哋盡量都會平衡翻各方面嘅意見去做一個調整，係咯，咁啊，我諗其實唔係話時間多同長，而係你點樣喺有限嘅時間入邊做一個好嘅表演俾大家睇，唔係話你做得耐你就會做得好啊，因為兩回事。但你咪都係想即係多啲部分都係12個一齊唱出面，多個即係唱自己歌。當然，因為呢個係團體演唱會，係我哋 Mira 一齊嘅演唱會，所以。想俾大家知道，我哋係一齊做緊一個表演，因為如果要睇 solo 嘅話，其實我哋有好多 solo 嘅機會，但係12個人一齊嘅機會好少，所以都concert 盡量以大家為主。咁好似即係而家係暫時係十六場，我哋中間都會唞嘅，係咁啊，大家都仲咁後生，都唔敢話自己跳唔到啊嘛。係啊，即係有啲前輩開二十場、30場都冇事啊嘛，咁我哋冇理由話自己唔得嘅。會唔會計劃海外？海外？因為即係個 show 好廣。哦，如果有機會都想嘅，一定係因為疫情都完咗咁樣，都希望可以出去見到大家唔同地方嘅 fans。有冇諗到去邊個地方啊？佢哋衝出香港啊！首選有冇話邊個地方？每個人嘅首選都唔一樣，睇下大家中意邊度嘅嘢食咁樣咯。你咧？邊度嘢食啊？咁台灣，可能新加坡又好，台灣又好，馬來西亞都好，因為馬來西亞之前都有同其他兄弟有做過表演噶嘛，嗰度都好開心啊！嗰度。咁你腳骨後面就係做咁多場拍賣？會有物理治療師一直跟住我。所以不用擔心，一直都做緊，係啊，自己一直都做緊，所以不用擔心啊，係啊。佢有冇喊住有啲咩動作係叫你真係唔好做啊？真係唔會限住我啲咩動作，而係叫我習慣一啲動作。因為你唔習慣嘅話，你就唔識用力，所以你好難控制話有啲動作做唔到啊嘛。咁咁多唔同嘅。舞蹈都有不同的動作，盡量都是什麼都跳到，可以。有沒有空間再可以加長？不知道。有空間行不行？
我唔知道，我哋大家都係希望，當然越多越好啦。咁啊，但係要睇公司安排，我哋都唔知道。最近真係好多老師讚你唱歌進步咗好多，你有冇聽到佢咁講？有，多謝。多謝佢。啊，會繼續努力。係啊。有冇留意咧？有啲即係有啲鏡頭咧，可能比較大碟啊，所以咧佢哋miss咗換票個日子，所以有好多做，即係換唔到飛。呢個唔知喎。咁唔好咁大頭蝦咯。我冇辦法幫你解決喎呢件事，等陣先啊。交翻俾公司處理啦，我希望都有一個好啲嘅，希望即係希望每一個未睇到我哋演唱嘅 fans 可以睇到嘅，咁啊，咁下次唔好咁大頭蝦咯。但有啲人就話，即係唔係好滿意，因為補票嗰啲係因為個場地唔同啦，補票位置正常啦，有啲人唔好滿意而家補票個位置啦，因為可能個即係可能好遠啊，因為平地啊，即係你坐到去黃區啊，個你認為係？絕望區喎，絕望區係咪啊？真係冇辦法，因為真係場地同場數都唔一樣。我哋都想用一個最好嘅安排俾大家咁樣，咁啊真係有太多唔同嘅聲音，都我哋都盡量去平衡翻咯。即係場地唔一樣，真係會爭好，即係冇辦法可以 exactly 完全一模一樣。所以我哋盡力做咯，係咯。我哋表演者只可以理嘅就係我哋將我哋攞出比上次更加好嘅表演俾大家睇。係。最近咧，即係而家啲人啊，就已經考咗車牌啦，咁樣有冇俾你哋即係可能同佢哋去支持去開心 share 呢件事啊？咁就前度俾人爆咗去買車啦，第一日。哦。是因為都男仔啊嘛，所以對於揸車應該都有向往，所以都很正常咁啊，都很開心咯，戥大家開心，因為大個仔啦嘛，即係由以前。十幾歲到睇到而家大家都識揸車啦，咁樣其實都好開心嘅。你會唔會坐張同 Eden 嘅車啊？咁啱坐。睇定啲先。佢會揸架車出嚟俾你睇啊！我暫時未有機會坐，係啊，因為都自己比較少出街喎。不過係咯，既然佢哋買咗車，都有機會咪坐下咯。如果有機會，都唔係大家講咁危險嘅，因為其實無論阿 J 定係 Eden， 其實。冇大家想象中咁大膽嘅，即係你叫佢哋揸得快，佢哋都唔夠膽。但係你咧，你自己咧學車學成本身有學嘅今年，但係因為時間上或者自己私人嘅問題，就唔想學咁快學住咯，想等到下年先。嗯，即係你係停咗嗰個學習。係啊，我學咗兩堂冇學咯。你記唔記得掛住啊？冇啊，其實我對於揸車又冇乜太大嘅執著，即係都。純粹覺得男仔多個技能咪好啲咯，冇乜太大，係咯係咯，但係都 OK， 我好少出街，所以你俾架車我都唔知道去邊。咁啊，誒十幾怪就攞手誒首映，首映係，咁我見到張爸爸有嚟場啦，媽咪係奶奶冇啊，奶奶咪要做第二，仲喺加拿大，哇，係，去咗幾耐㗎？兩三個月。係咁叫我入線咩？使錢啊嘛，唔知咩，咪開心咪得啦，係咯，即係無論阿爸定阿媽都係希望大家，即係佢哋自己有自己開心嘅生活就得嘅。阿會唔會翻嚟香港睇你開做啊？會啊，一定會喎，都實快翻嘅。我問下先，我都唔知。有冇開始同阿媽而家啲落幾多張飛啊？你都未咁快嘅都。一月先咩啊嘛，但係都會留定啲飛俾親戚好友，會嘅會嘅，好多唔同嘅親戚好友突然之間出咗嚟，係。咁有冇留意係咪即係應該即係今日就應該貼住呢個即係差唔多？就嚟啊！哦，今日啊！十二點後，你信心嘅。由出道到依家，對呢啲都係一個即係好老土啊！但係真係平常心。希望每個人投自己中意嗰個人就得嘅，唔使話我哋自己做好自己嘅作品就得嘅，唔好太過於執著
我哋係咪五強定係七強？你總之你有份投票就已經幫到呢個樂壇。你會唔會投？我最近冇乜玩手機，所以不嬲對於投票呢啲嘢都係交俾公眾決定。我自己係 artist 表演者，我就覺得呢個係交俾觀眾嘅投票權，我自己做好表演就得啦。但係而家光光嗰個嘅都幾強手曬㗎。好咯，咪我有聽過尹光前輩唱我嘅歌咁樣，好開心嘅，因為啊係一個榮幸嚟，即係仲未有機會同佢接觸到啊嘛。無論以後有冇機會都好，都希望可以同佢多啲交流學習。因為都好開心，而家年輕嘅一輩可以睇到以前嘅前輩嘅作品咁樣。係咯，即係無論係透過我哋嘅作品，或者話透過佢自己種，即係多啲唔同嘅年齡層關注翻我哋樂壇，都係一件好事。都可以合作下啫，都係一個唱作歌手。啊！好開心咯，好開心！我聽佢演唱會又唱我嘅歌，其實係好榮幸嘅一件事。所以好多謝佢一直以嚟對我哋嘅讚賞支持，我哋都好支持佢。Mastermind 係一個，即係一個 group， 係做咩事？咁跟住咧，佢講嘅所有嘅同學嘅，咁啲老人咧就覺得佢係點寫嘅，即係你未都話衝出香港嘅，到而家都會衝動。我覺得好多嘢啊，我唔想去回。不想去太過我不可以否認，我不可以不讓別人去評論任何東西。你作為公眾人物，就是有這個心態去接受不同的聲音。我不知道是不是說我的東西都好，但我都會盡力做好一點給大家看。我都知道很多東西，我覺得很多東西起碼你先說出來先。因為我覺得如果一個人連自己想做些什麼都不敢說的話，你連做都不敢做，那無論他是欣賞我也好，還是討厭我的人也好，我都多謝大家，因為這些聲音令我成長了，而且沒什麼好說，那就這樣吧。那之前曾老德知道他們都讚你的作品，這些是不是都是你的鼓勵的？好多謝，有讚賞好多謝，有批評都好多謝。自己要用一個好客觀嘅，即係我成日都提醒自己用一個好客觀嘅心態去審視自己嘅表現。大家可能好多説話講得好又好，講得唔啱又好，我都嘗試去接受。可能一定會有啲唔開心、唔舒服，但係呢個係我必經嘅一個階段。我要學識去接受呢一啲聲音去。Thank you. 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